와우, 오 마이 갓. 진짜 얼빠 홍아. 不说了，这个片段在无数个综艺里看过无数遍。哎，你牙齿还挺白耶，没有蛀牙。你关注点真的很新奇哦。哦，全场第一个，真的全场第一个。我看着他都感觉他紧张。哎，你当时为什么第一个上场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勇气。哇，那个时候你的那个短发，哎，很有那种少年的感觉。对，少年感特别强。哇，好帅！王一恒，哎，真的一年了耶！哎，一姐，哇，好甜啊！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承诺言语。哎呦，没想到，咱俩小一辫儿，完了说是我站不够高吗？那时候我有那个反应，我反应就停了。哇 ，Oh my god！ 我就什么了什么了？他说什么？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他是哦。哎，当时我听到他的彩排这首歌，我想，哇，有对手了。哎，我彩排的时候听到的是西林，我觉得西林我也欣赏，有对手了，有对手，那种感觉。对刘宪霖最大的误解来了，好高冷啊，好高冷，看一遍得说一遍。干嘛不像吗？现在我是真的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刘宪霖那个，那是他的高冷巅峰了。你真的不知道在进营前我对刘宪霖是怎么样的迷恋，就是来说出你的故事。是当时看到他会害羞的程度，现在呢？就这。啊！哎呀妈呀！哎，张一凡来了！来了，张一凡来了！我出来了！好小啊！十三四四，谁想得到现在跟我们一块跳 ，get down， 这个成长真的在你身上可太明显了。哎，真的，现在看之前感觉过了好久啊，个个都稳重了很多啊。哎，当时我看我们七个那个海报在上面的时候，就觉得蛮酷的。你们有没有就是在整个营里期间就是最难忘，然后或者是就是心里一想起来就觉得特别高光时刻那种感觉？哈，夏天的风，我是 C。我觉得就是让我们举手，就是上台 battle 那一刻，那个是记忆深刻。就是最强 dance， 最强 vocal， 是你就举手的时候，真的觉得自己好勇敢。勇敢带给少女们第一次的荣光，希望这份勇敢也能带大家完成新的挑战。好，走，睡觉，走，睡觉了，睡觉，晚安，宝贝。